用的主持人。名人活动排场上，周星驰和方神圣由心受到青睐，成为他们经典的御用主持人呢、啊。第一位，请问你的封号在业界叫做什么？校园小天后。校园小天后，哎，这个很，这个范围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校园小天后那又怎样？台湾的那个校园啊，没去过。没有没去过的，没有没去过，等等等，没有没去过，那随便问你，去过我的母校建中吗？当然有啊。哦，换你换你，九份国小。国小不能办吗？共寮高雄，高雄旗山国中。高中跟大学差不多，算是学长。OK， 好 ，OK， 一个高中的、啊，高中的啊，好。我的妈呀！成功高中去过吗？成功高中？没有。你看呐、啊，前五个有四个没去过啦。是谁的御用主持人？谁一定会找你？有很多大学，就是他们为了要等我的时间，他们会把他们演唱会改，会因为我更改时间。这个算厉害哦，这算厉害、欸，整个学校为一个人改，他改 schedule， 因为他们校长指定要我。到底这位是谁呢？校园小天后，请开门。为什么没有去成功高中？成功没有，因为成功高中没有办，我没有接过，哎、啊，是他们比较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有办大厂，你都去过？对、哦，也不是成功高中不大厂，而是因为有些学校、啊、他们民风比较保守一点，是，所以在演唱会这个部分，再慢慢的会去。那你在校园，你比较红，还是 NONO 比较红，还是陈汉典？哦 ，NO 哥算是男天王啊，男天王、嗯，那我一定就是女天王。哦，年纪很大，而且，哎呦，听说，哎呦，四大天王，他都有合作过。对，我只差一名。啊，那叫三大天王，只差一名是三大天王，郭富城。没有，他们听错，我说三大了。哦，三大。对了，我们还要讲实话。你是帮他们主持什么记者会啊？比如说刘德华好了。刘德华瓦宅是他的那个专辑、欸，专辑对对对，他是说瓦宅、哦，瓦宅、哦，瓦宅，而且他本人超。就是很温柔、嗯，然后很大气，然后就是会让就是前辈看到他会，哦，我们后辈不是我前辈，讲得好紧张。你有点语无伦次啊。后辈看到他会很尊敬他。会尊敬，就是他值得敬佩，然后。对，因为他会考你试。考什么？考什么？就比如说你在访问他专辑的时候，他就哈哈。那你有听过哪张专辑的哈哈，哪一首主打歌吗？哈哈哈。他会一直狂笑。对，他就会问你，故意问你说你有没有听过他专辑的哪一首歌。那你答得出来吗？还好我有答出来。欸、有做功课，这个很重要。学校为了你调了 schedule、嗯。对。真有这回事吗？有，而且这个学校找了我今年是第七年。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 people 让这个校长非找你不可？我觉得就把他们当家人啊，我常常就是跟学校的这些学弟妹讲，我都会把他们当学弟妹，嗯，然后就是会常常勉励他们在工作上面啦，或是出社会啦，或者是有什么问题，或者在遇到压力的时候，学姐可以为你们就是排解压力，然后带大家开心这样子。哦，好啦，说穿了就是校长。干爹好。这个一定要交干爹，连续五年呢，好不好？七年了，厉害哦！这个我觉得就是指定了，就这个。好，好的，谢谢小柔。谢谢。还有很多风光人物，人家叫人。好的。接下来后面的这一位，您在主持界的封号是？时尚精品活动女王。这个不是寇乃馨姐姐的封号吗？没有没有，寇乃馨没有那么多，寇乃馨只有四个字，活动女王，她是时尚精品。哦，就是range比后面这一位还宽就对了。没有没有，她很厉害，我知道她是谁，我大概知道。哦，就是叫。国文老师就懂。哦，我们是老师。是，那要请问一下，您是谁的御用主持人？休杰克曼。哇。他讲出来有点吓到，你是四大三大天王，人家是修杰克曼。不好意思，我听讲错了。这一位之外还有其他的吗？只要是时尚精品一线的品牌，他们都有指定。
天哪！这个厉害。到底这位是谁呢？请开门。对，真的结婚好吧？怎么这么瘦？真的结婚很难好吧？对，很幸福的减肥、啊，真的、你也瘦了、谢谢。因为你看刚生的小孩嘛，对，当完妈妈之后也是很幸福的。你有没有觉得他们的话很场面化？对，就是你们一出来就是，你瘦了，因为瘦好多，今天韩家来气色不错激动，好像有话题是吧？一般都是很不熟的人才会有。还没讲完，暖心要问候你。真的吗？那你也帮我问候，叫他赶快生小孩。哎呦，先礼后兵呐、就是赶快生小孩，就是坐月子去吧，就别再接活动。对，你们不了解，小杨，你真的是有点不了解。我们活动还会，看怎么样，他们俩是互通有无的。对，不是吗？常常暖心盲目来打电话给他，或是艾琳会请暖心帮忙，他们真的是难得。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场次真的是就是互相嘎不过来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会 pass 给他，他会 pass 给我。对，今天啊，我跟你讲，他厉害，因为你知道时尚精品，有暖心有时候问暖心，我说为什么时尚精品都找了艾琳？然后他讲一句话，他说你去看他的品味穿着，怪不得就找。真的，因为我自己本身真的就很爱买，然后呢，所以其实以前你要讲一点奶心哦，真的吗？奶心欣赏你的时尚，奶心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他除了主持功力好之外，其实他的公关能力也非常好，像他自己非常会包装行销，就连同黄老师一起可以行销，所以经纪人兼艺人，所以不简单。像我自己你感觉好像把我讲成一个外销品，53个国家，我觉得其实不是，你是没有看过黄老师这，请看《王牌大间谍》第一集黄老师的样子。没有，你要奶心姐夫了，没有，你要看，请看黄老师还没有遇见奶心的样子，对。请看黄老师还没有出生的样子，这是什么像话吗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乃馨跟他在一起真的改变他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人。是。那我现在问你，他刚才有那种连续指定七年，你呢？你有吗？有，像我有连续指定十年的，就是钟表品牌。对，像是我常常合作的，像是 Swatch Group。那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钟表品牌之一。那因为其实我自己亲身有到瑞士去连续采访过3年，所以其实我跟他们的总裁啊都见过，也访问过，所以其实他们每次办一些活动的话，他们都是指定找我。OK， 张曼玉姐姐。张曼玉。对，其实我也是跟这个曼玉姐姐呢，就是常常有合作到，就是她有代言某一个保养品嘛。那其实她也常常就是来，就是刚好出席活动的时候，她有的时候刚好就会有一些感情生活的事情，就是不愿意就是让媒体朋友们去接触，对个人隐私。所以在这种时候，我就常常要帮她挡子弹。对，就是在主持记者会的时候，如果记者就是还是要去问他的感情事件的话，我就要站出来说很抱歉，今天呢我们谈的是我们的保养，那所以呢可能感情事件他一定很感动，对，然后我可能就会被骂，对，然后可是呢他就会私底下跑过来说谢谢，他觉得说跟我在一起他觉得很安心，因为就是看到我他就知道我会保护他，而且呢他想不出来的东西我也会帮他补话。这么有安全感，下次来不找他找谁？我是有翅膀的。而且不单是张曼玉，好像名媛贵妇都会找你。对，像因为精品嘛，因为精品的话就会有一些，比如说像孙芸芸，对，微风帮啊， okay. 然后就会有什么红豆师傅帮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种时候，就是常常跟他们合作之后，他们看到我，他们就说我就安心了，一世成主顾了，乖乖的很稳，就是有那个蝶翼嘛。OK， 好，一个校园小天后，一个时尚精品女王，看下一个是谁？来，谢谢，请坐。背后手段很可怕，哪儿御用的 ？HP 电脑，我现在是兰蔻化妆品。连续用你几年啊？大概像 HP 应该至少有5-6年了，我们可以算是他们长大的。为什么会找到你们就成主顾？你们是有什么配合？因为我们去加盟活动的时候，就是跟他们老板开会。压力
大，请问你的封号是什么？他厉害喽！我是台湾的黑社会各大帮派联欢晚会御用偶像。主的御用主持人嘞，请问什么叫各大黑社会帮派的主持人是什么？他们为什么会找上你？我去主持的场所，除了有穿着黑衣的黑道兄弟之外，还都会现场有很多刑警拿 BB 来收枪。哇塞，好酷啊！他场景形容的很像哦，就是那个意思嘛。请问这位仁兄，是不是因为你的外形看起来很像黑阿弟？我算是长得最像天照的主持，但是好想看了。我说黑道是黑道里面的小弟。哦，黑道里面的是刘汉康俩，那小小罗老不是大哥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脑海里面已经有浮现几个名字，对几个嘞。但是不能讲，不能讲，好不好？到底这位是谁？不如请他出来跟大家见个面。好，请开门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国碧。哦，是，我来问一下，他是很时尚，那他很校园青年合理，那为什么黑道会找上你来主持？总有个渊源呐、啊。我不知道，我应该这么讲了。我有一次除了外形像，我记得我那时候跟顺哥，我们那时候也是三立录那个黄金夜总会。OK， 那里面因为都会有短剧演出嘛，然后就大家都会画的，就是还会在脸上加一些很奇怪的图案，对。然后有一次呢，龙翔哥就打给顺哥，跟顺哥说，哎，顺哥那个。花哥呢有一个这个尾牙哦，那个慈善的那个晚会，希望你可以来。啊，顺哥听成花哥，把花哥听成花哥。他说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在哪里？哦，刚好就在清新农场，就是有，就在以前三立录影的旁边有一个餐厅。而且慈善晚会听起来 OK 啊。对， okay. 哇，大批人马就带去，陈伟哥、维明哥，哇，就脸上有画什么，然后那个顺哥还带了一个圣旨，有没有？哇，然后大家都是那个古装，然后去到那边，一边走，哎，走走，越来越觉得奇怪。怎么那个餐厅门口开始有那种西装的人，然后站两排在那边黑眼，对，然后又走进去，哎，不对，又开始有穿背心戴帽子拿 DV 的，哎，这是刑警吗？哎，又不对，一直走走走进去，哎，怎么没有看到花哥啊？结果是我们传说中一位这个花哥，哇，大哥，大哥，对，办了一个那个慈善的晚会，我们那一天也是想说，好吧，就上去好了，就那一天现场还有什么？什么日本的三口组啦，然后什么什么就是国际的 international 的这个国际聚会，大场，从此就结下了一个不解之缘。对，只要他们有什么联欢晚会，就会找我。我比较好奇是怎么样跟这样的主持谈价钱。其实这个不用谈，他们给的价钱都比外面还要漂亮。就是这个靠谱，对，就是啊，对，他们都会比一般外面。还要高一点，他不一定拿得到。曾经去站到一个帮派主持尾牙，然后有另外一个帮来唱什么？来喝醉了，然后他们就是比如说是主持 A 帮的，我是主持 A 帮的 ，B 帮的 ，B 帮的喝醉了，然后上来说要唱 B 帮的帮歌。哇塞，这什么帮歌？可以吗？这个亲门踏户了哦。对，但是呢，我很尴尬哦，我就还是很客气，因为那个 B 帮的这个客人喝醉了嘛，我就一直瞄 A 帮能做主的大哥说，他要唱这首歌可以吗？对，主持人很重要，这对。然后那个大哥就其实就也是笑笑，是看他的表情是开心的，没关系，让他唱这样子。然后他那个 B 帮的就唱他们帮歌也很好。他是怎么笑来的？没有，其实他们都很好，好朋友才会来这样，而且都会一个交流嘛，一个祝福。对对 ，OK。你上去不太能开玩笑哈，应该都是走流程啦。没有，还是会。可以吗？不是，因为他们有时候太热情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时候一上去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国碧，耶，就有人端酒，他红包袋，就是颁奖嘛，红包。啊，那个酒就是那种纯的那种威士忌，但很大杯那，啊，下面有红包，为了里面的红包，我就把它干掉。哇！干掉之后，第一位歌手叫什么我都忘了，就是已经开始喝
醉了，他就开始会乱讲话。而且乱讲话，其实你跟大家醉在一起，就是变成兄弟一样的。对，一直开玩笑，他们都 OK 啦。那你们私底下除了尾牙，私底下你们平常会去喝一杯吗？跟这些大哥会，哇塞，有交情还是会。你连续几年主持帮派的那种？我很多哎、欸。OK， 就是他们有什么堂主跳街啦、啊。什么差？我们有什么总裁交接、啊欸？对啊，你们绝对不会跟他闹不和、啊，因为那个范围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不会去踩到你们线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只要一路跟着你，就可以看到帮派他们在办活动，就对。对，真的，什么结婚啊， okay、然后什么，然后出殡啊，什么所有事都有吗？好，来欢迎马国碧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压力很大，越来越大了，真的、哦。请问你的封号是？我们的封号是。欸、奶心姐接班人，她是男女通吃之，男女通吃之，奶心姐接班人，哦，要接她上下班的，这个你访问好了，你访问，你问她，问她，凭什么？没有，是访问，不是呛她。知道的，补这一枪干嘛？刚刚一开始不是说的那个？而且为什么是男女通吃？因为比如说，如果是主持三 C 类的话，很多都是宅男们来现场，哦、但是我们又有主持化妆品或是保养品活动哦，所以族群都不一样。好奇了，对，对，有点好奇了，对，很好奇，算是我们的里面的接班人，我们领域喽，对喽，来厉害喽，到底这位是谁呢？请开门。就喜欢有自信的年轻人，哦，厉害！没有，我们没有自信，我们差太远了。来来，看到了，一个是海星，一个是蔡玲姐，超级天后级了，不会不会。还有一个是校园天后，一个是黑道界的巨星。讲出你们的丰功伟业。我们的丰功伟业是哪儿御用呢？HP 御用，我们可以算是 HP 电脑，对、嗯、HP 电脑，或者是兰蔻化妆品。有、欸，这都是大品牌。对啊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这是很大的品牌，他们有连续用你几年啊？大概像 HP 应该至少有五六年了，我们可以算是他们养大的。哦，对，人家一半的收入都是来自于他们公司。他们用什么呢？用你们当主持人还是怎么样？发表会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就是小活动或者是中型的记者会，大型记者会，或是尾牙。尾牙。全包，你们光做 HP 大概都可以赚饱了。对，我们刚刚就讲了，他们都是靠 HP 养大的。对，真的，我们家里的收入真的有什么柱子啊、电视啊，或者应该都是他们贡献出来的。哦，所以神主牌已经拿掉了，换成他的喽。没有啦。那还有什么？除了 HP， 比如说像兰蔻嘛，兰蔻对，然后保养品。兰蔻有你们配合多少年了？应该有五六年了。啊、真的哦、嗯、对、啊欸、为什么会找到你们就陈楚过，你们是有什么 people， 你们是跟那个里面的老板认识，还是公关公司，还是怎么样，你们怎么操作的？就我们去接他们活动的时候，就是跟他们老板开会的时候都不穿衣服。没有啊，刚才太有梗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我跟你讲，我观察人这么多年，人第一句冲出来的话都是真话。不是，是因为我刚刚想，后面想说，哇，大家都好有梗了，我们两个人、啊、你刚刚讲完这句话，一片即兴。对。我们不好意思，我们也没穿衣服主持哎。啊，你也没穿。那个艾琳，这招有效吗？我现在想说，我应该就是因为一直都穿着衣服，所以我以前也主持 HP 跟兰蔻，应该是因为现在没感觉。很逗趣，举例没有新花样。他们常常因为会有一些就是俚语啊，用的一些话啊，那不见得一般英文听得出来，听得出来就对了。对，大家就欧尼尔就问他说：“劳民的谁？”然后他说：“英文。”然后他就回答 ：“I don't know, for 44。”听不懂哎。我了解，他要送给劳民是4个24寸的轮框。啊。还有讲过哪一些比较有趣的？我不满意的。传
统节目的编排，对，最后一位压轴的大天王，他就是最大咖的。哎，我觉得很难找出能够超越你们的，但我又知道乃馨这一堂没空。嗯，你是说乃馨可以超越我们喽？各位，这位就是主持界的 superstar 了。请问一下，您的封号是？六亲不认，眼见愁，身前通病铁哥帽，走在钢索上的男人之运动巨星的救星，小钟。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小钟啊。他会有客家腔，对，客家腔，求求你。嗯，运动界，我也访问过运动界，很了不起。Scottie Pippen。哎呦，天下第二，姚明，在，姚明，中国第一。然后呢，最近刚刚哈佛小子，哎呦，林书豪，我跟你真的还假的？我跟你讲，后面这位你如果没有办法超越他，你就不用出来。哇。哦啊，怎么已经啊？就继续问了是吧？啊，讲出来，就是刚好我访问过的，就是比 Scottie Pippen 高一级的 Michael Jordan。哇！现在在 NBA 第一位胜过哈佛小子的林书豪的这一位易建联，我也访问过。啊，易建联哦，他也访问过。Kobe Bryant。哦。夹克欧尼尔。背出来就算了，你要真的有去遇见过他们喽？真的有吗？是在问我吗？哎，对。哎，可以出来吧？够厉害，够厉害的。访问过 NBA 每一个篮球队，他都访问过了，感觉真的，最厉害的。哎，这个外语能力一定要好，当然了 ，NBA。那对于篮球的知识也要，应该有两项。应该平常都在钻研篮球的事物，应该没有空去夜店呐。没有空结婚呐、啊，对，是这样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到底这是哪一位呢？请开门。李书牌，各位朋友们，想不到吧？你们现在看到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了。哎，你别的 mini 麦你拿麦克风干嘛？我没别 mini 麦啊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看过那么多巨星，你也是里面穿件内衣而已。一个贴身穿着，极简风，极简风，对不对？马大哥这个姿势，我只能主持黑道的，我穿内衣 OK。你的这个辈分在黑道面前，你讲的都对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最近好事到嘛，对啊，恭喜恭喜，谢谢大家的祝福。好像很突然，来得很突然哎。对啊，如果我早一点想通的话，我搞不好两三年前就结婚了。而且我觉得你会结婚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不可思议。就像我当时觉得你结婚，我也不知道。现在我觉得人称小潘玮柏就你本人了，就是小什么？小潘玮柏都来了，有一个胡子。本来就很潮的样子啊，你看爽到站不住了。结婚，我觉得你伤了多少广大女士友人的心。可是我觉得你是那种，应该是那种浪荡子，怎么可能会结婚？浪子我接受，浪子。对啊。天哪！真傻逼吗？浪子啦。像你这么漂配风流的浪子，怎么愿意能够安定下来？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花花绿绿的世界很好玩，对。但是当你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，各方面机能都已经，就是我觉得无法与人分享，都已经碰过各式各样的。就是你把明天的体力都在今天用完了，有没有？哎，那种运动机能的饮料的广告不都是这样？预知明天的体力啊！你反而会想要过人生另外一个阶段，带着妻儿出国的这种喜悦，我觉得是相当我感兴趣的事情。哎 ，Jason， 一定有一个点，一定有一个点。对啊。然后你突然恍然大悟，顿悟了，觉得应该要这样去做。我爸每天打高尔夫球可以打18个洞，我相信你爸爸也是有催婚，对，而且有一杆进洞的，一杆进洞，体力好的不得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单身回到家里面，然后爸妈会。就是回头这样子看着我，爸
妈迟到了。年纪大了，没有办法帮你带孩子了啊！每天都在跟我演戏，用这一招，还请了50桌一干净都还跳起来转圈的，都是名演员，谁演得过他们？他演得超像的。对。然后除夕夜当天，我在吃饭，然后全家包括爷爷奶奶、阿姨、叔叔、伯伯都在家里面，全部都坐下要吃饭，我旁边就多一副碗筷，然后我就问爸妈为什么还有椅子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对啊。我爸妈讲说，那要不然你要带谁回来啊？我就整个晚餐就旁边一个空的椅子，我在跟空气这样子吃饭。我觉得你现在是一个 man， 嗯 ，thank you， 是一个大男人。没想到我今天上节目是一个娘们儿。不是，以前我就觉得说你很帅很酷，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让人家可以依赖你，依靠你，真的谢谢。那还是要问一下那个 Kobe Bryant 怎么回事？哦，对啊，因为想到我，其实我排到后面，我真的很不好意思。为什么？像我这种主持的这种辈分，是要在前面热场，然后请艾琳姐出来的。还好还好，对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不会，因为你讲快点，艾琳姐赶时间。是，对，然后我自己，对啊，就是当 Kobe Bryant 指定你要主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吓到？就是说他是你的偶像吧？他绝对是所有打篮球的心目中的英雄跟偶像，啊、那就是很开心。我为什么讲说我是他们的巨星的救星？嗯，是因为他们常常因会有一些就是俚语啊，用的一些话啊，那不见得一般英文程度翻得出来，翻不出来就对了。对，比如说有一次侠客欧尼尔，他就在记者会上面，你先讲，叫他翻。我就问他说。What are you gonna give for Yao Ming's birthday? What kind of gift you gonna give him?、嗯、就是姚明的生日，你会送他什么礼物、啊 okay ？然后他就回答，I don't know, for 24th。翻，听不懂啊？对，这应该是街头的英语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个不是普通人会翻的。对，就是 I don't know for 24th。哎，你翻翻看，你翻翻看。哦， 我要给他24小时反恐任务。四片对不对？不对，就是其实没有错，你不要觉得你难过，因为全上海的人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然后当下我就问所有的记者，他们也不晓得。24? 但是我了解，他要送给姚明是4个24寸的轮框。啊！你很屌哎！我了解，因为我会听一些 hip hop 的一些黑人的用语啊，饶舌歌手在讲些什么。rap 的歌啊，所以好厉害哦，才会知道。所以他有做功课，所以他嬉皮笑脸。对，真的哎，有一些家长也不要再说什么听那些饶舌音乐啊，没有营养，对不对？哎，虽然是不是用上了？对啊，而且只有他这样可以访问欧尼尔，对。那还有他还有讲过，例如说 Kobe Bryant 还有讲过哪一些比较有趣的？我不瞒你说，只有你听得懂的。对，昨天我想一个晚上，我只想到刚刚那个。就中了啦！对。活动安排台下人，解决之道色色的。5分钟空白，我说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他说哦，没有，是红块。到那个空白那一段，打开那个。告别式啊，对，其实那个一般不在我的业务之内了，对，但是那一天刚好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企业的老板，那因为我一直在主持他们的活动，那所以他的长辈过世了，那他希望那场的告别式不要弄得就很哀戚，然后很可怕，好像走进殡仪馆就冷冷的感觉，他希望很时尚很优雅，所以他就拜托我去帮他主持。可是跟那个一般的告别式怎么不一样吗？其实你只是做一个司仪啦，那当然就是很简单的去串场，然后介绍就是进来鞠躬的团体。但是你知道一般殡仪馆就是有那种哭腔，然后这样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欢迎对不对？王牌大间谍一鞠躬，再鞠躬的那种鬼音对吧？可是他不要那样子，他要很 elegant， 就优雅的感觉。是，接下来我们就请就是王牌大间谍的制作单位，请到前方来，然后来向谁谁谁致意。但我觉得就是你事先看到都还好，我有那种就是我很怕那种主持场子或活动是那种 surprise 的那一种。OK。因为那种 surprise 很恐怖，就是我有一次主持一个活动，然后那 surprise 是说，哎。我说哎，那这一段为什么是空白的？他就是有15分钟，他有让那个时间出来，可是15分钟是空白。我就说哎，这个是什么？他说哦，没有，是 surprise。我说 surprise，
我说那你可以大概让我知道我怎么 cue、啊、对对对对，我想 surprise 通常都是来宾，嗯，不然就是大奖，是，然后不然就是比如说哦，可能有国外来的嘉宾，然后就是要反正就是一些很特别的东西，可他就说不能说，我们所有人只有核心人物才知道哦。那我想说保密到家，对，我想哇，那一定是很大的东西，我想说好吧，那既然你这么坚持，那我就不问了。那我就说那我该怎么办，他说你就在旁边见机行事，我们 cue 你，我说哦好好好，然后这是最危险的状况，对，吓都吓坏了，我根本不知道，那是我第一次，那我想说哦好 OK， 那我就开始，我就在那边主持到那个空白那一段了，然后说好，现场呢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巅峰的一个时刻，就是我们 surprise 现在就要来了，然后我们去倒数3、2、1，然后那个嘉宾的音乐啊特效啊都来了，然后我们就打开，就一个女生、哦、很漂亮的中年女生、哦、就很漂亮，然后也是主管老板，对，很高雅，然后一出来，然后我就说哇，那我想说就要机制反应了嘛，然后哇，哪来的这么漂亮的一个，搞不好是老板娘或者怎么样，对，我想说女士，女士啊，她一定是我们非常特别的人物，今天会在这边出现，让我们掌声鼓励，欢迎来为我们支持，然后她就走出来，正要拿麦克风的时候，你就听到台下就你OK了、啊、然后就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就一个人上来就往那个女生这样啪一巴掌，就往那很漂亮的女士脸，哇塞，哇，好 surprise， 好 surprise 哦，这惊吓，我也好想主持哦，这是老板的老婆吗？后来有看到凡哥在那边打。哎，这个制作单位应该才是哇哈哈吧？对。压完之后，重点是我还搞不清楚状况。你还不知道现在是梗吗？演戏是演戏、嗯，我就说哇，这一掌是在打，太厉害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因为你是不拿人呐、啊。不是，因为他们帮我分手擂台啊。哦。然后我想说他们是要演分手擂台。可能演个梗，演个梗。哇，太厉害了！这一巴掌呼的实在是太有力了，来，啪的去，啪的去。结果呢？结果帮我。这真的是在拉扯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看到，就是老板，就是那个大老板，就走上来，然后就往就这样走到旁边来，吓死掉了，就这样就走掉了。可关我们什么事？我们不知道有这一段啊。就是在旁边加油添醋啊，对啊，你可能要发生什么事，你要观察之后，然后你可能要圆那个场，对不对？你要想办法把他们，对，你要来了，不是因为不是加油添醋的问题，而是就像你刚才讲的，是小的嘛，对，对不对？谁发生什么事？那个走出来的女人是谁？那个走出来的是二奶，对，打人是大老婆，当场就是向着你都啪啪，然后那边就啪，你们两个那边就啪啦，然后我就在旁边就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继续上菜，来，我们来大家继续吃，然后就没办法，就很尴尬。我懂，因为这个东西你等于加油添醋，我觉得老板下不了台。那艾琳，你会怎么处理？直接先请工作人员按场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先转换情绪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先请大家用餐，然后我们先把所有的那个把麦克风拉掉，先按场。我们在台上把他们拉到后头去解决啊。是好招。哎，来，你会怎么处理？是我的就是。我觉得挡在两个中间，来一个 rap， 我绝对会挡在两个的中间，然后把二奶先给扑倒，因为二奶铁定比较年轻。你们不要年轻，你们不要，我们保护比较保护他，请工作人员把大奶拉开来，我们不允许这种可怕的状况发生。暴力的行为，对，然后最后再从当中了解到底谁才是真的老板，再把二奶给护送到老板的旁边，对，先把大老板娘给安顿好了以后，然后再。还给大老板。哎、欸，这个处置得当哦。那马国碧呢？三方都得回。马国碧呢？我会赶快问助理说。很有趣的工作。我会赶快先问助理说那个钱领了没？就是台上有纠纷的话，其实我们都会推到旁边去。让主人家就是让比如说让老板啊什么他们自己先解决完我们再上去。对。了解状况我们再上去控场。对。如果你在台上的话你会。不知道你会去得罪到谁？哎，通常你们在主持，例如说那种是个超级大咖，是要事先开会。例如说你跟 Jordan， 哦，听说跟 Jordan 开会要事先开会吗？一定要。你有去开吗？我跟每一个 NBA 的球星，就是访问之前一定要都会跟他开会啊，一定要先稍微开会，然后彼此要互相认识、了解、习惯一下。对。然后你也要试着听听看他低沉的语气的讲的话，有没有人可以听得懂？那你跟 Jordan 开会的时候，他有正眼看你吗？
有啊，他一开始见到我的时候是他首先跟我讲话的啊，他讲什么？他就跟他的朋友讲，哎、欸、，this guy looks like Michael Beebe， 就说我看起来像 Michael Beebe， 另外一个打篮球的球员，那时候我年轻气盛，我就看到他想我像别人，通常都在路上讲我像阿丹都被我揍。我没有，当然不敢。然后我就讲说，Not only I look like him, but I'm faster than him. I shoot better baskets than him.、Oh, 就想说我比他还快，然后 Jordan 说，好大声。I don't even know this guy is already talking. 这个人他就已经在跟我胡说八道了。就是我们简短的访谈当中就热络起来，就聊了两句之后就变得比较熟识，然后还挺好笑的。然后我还一直讲说，哦，黑人他篮球很厉害，他也许比你矮，但是他很会撞。然后 Jordan 还讲说，哼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然后就打给我看 ，Don't worry, I got this。就是会跟我们开玩笑。Okay. 你想想看，我们从我们从小时候一直看到大的偶像的神，开玩笑聊天，好厉害。真的，那时候的反应是，就像我订婚当天拿麦克风给我，让我致辞那样子，就是会有点不知所措，然后脸红心跳的样子。而且你还敢跟 Jordan 对话，我觉得你算是还蛮厉害。对，那时候我都兴奋了整个晚上，我女朋友在家一直希望我回去，当时的女朋友，okay. 我吵翻天了，我人就是赖在 Jordan 旁边，不想走。前戏嘴群群，意外找到主持妙方。我前一天晚上出去，然后就有喝酒，但是喝到的可能是一些假酒，我宿醉超不舒服，一直冒汗。那天的访问很重要，是一个 NBA 的球星，两点半开始，我两点钟还是全身酒味。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一个歌手叫做 Brian McKnight。要知道好棒哦，他是 R&B 的歌手，太棒了。他跟我聊天，然后我经过我访问，然后他在台湾没有人帮他安排，在台风天的夜晚，他来我家，我们两个打电动，在我家坐在我家，你跟 Brian McKnight 打过电动，打电动真的，我还带他去 KTV， 那时候萧亚叫你们电梯的监视器给我。我真的，我发誓很精彩。我相信他跟我们打了两次篮球，因为他来了两三次，然后都有跟我们持续联络。我跟黑人，然后我们还有一块去唱歌，所以其实还蛮妙的一次的经验。还有一点，还有就是说，还有外地的元首级的人物哦。那一次我记得就是副总统那天要来，因为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座谈，然后可是很大，就是上百都是一些大使啊、元首级的人坐在那边。然后那天副总统因为他前面还有个会议，然后我就记得那天我在主持，我一上场开场了，已经 delay 了。开场我这边讲我的开场词，然后欢迎大家叭叭，然后他的那个水库就到耳边，副总统到，叫大家站起来拍手。对，我说现在吗？他说对，好，我就说啊，那现在呢，我就用中英文讲，请大家就是起立，然后鼓掌，欢迎我们的国家的副元首，然后大家就全部站起来啦，外宾也站起来，拍拍拍拍拍，然后那个水库又回来说，抱歉，他现在才从总统府出门。我就这样瞄了他一眼，我就说 OK， 我说这是 rehearsal， 那待会儿呢、okay. 大家就要这么的热情欢迎我们的副总统。然后我就走到旁边跟那个副总，不要再乱讲话。对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成熟智慧的主持人。就是你要想那化解 everything， 是你就说是这个水浒说的，就抓他领子来 tell everyone， 来你讲，告诉大家你刚才说了什么。对啊，这还是你有经验。不是，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主持人，你去必须要把这个压力，或者是把这个所谓的错误，通通要把它化解，变成是节目的一部分。对，我们的黄小柔也主持过，下面都没人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有啊，不是。很冷的天气，自嗨吧？对，就是自嗨，因为他在办那种一个商品发表会，然后他那一天呢就是下大雨，然后天气很冷，然后他就一定要办在户外，大家就是跟他建议说，真的，对，他就说你要不要办室内？对啊，你要不要？何必呢？然后那个人就说，我等休息，我是太阳之女，我想说太阳之女，然后厂商就是这么影响，然后我想好吧好吧，他们就很有些厂商会很迷信，他说我、哦、他们就是选了这个日子，这个时间就是对的，然后就是在华纳的那个前广场，尴尬啊。
就尴尬到一个，就是没有人，根本没有人想要来到你面前，就算了。真的，你以为办在百货公司附近就一定有人潮吗？没有。你不知道台北人多冷漠啊！冷漠，对吧？路人的声音可以大过你讲麦克风的声音，他就会讲说：哎呀，怎么那么可怜呐、啊？这么冷的还站在那边，哎，这不是黄小柔吗？艺人吧，就女艺人。可是你还是要嗨的。那你就要嗨啊！然后他在讲的时候，嘿，我听到你的声音了。妈妈牵小孩啊，或者是因为他是那种家用品，妈妈牵小孩啊，或者是一些那种情侣走过去，赶快送过来送你啊，我没有礼物要送给你啊，然后他们就会这样走过去，是吧？这样走过去，那你就只能，就也不能。不能怎么样，就是要整个流程。其实我觉得女生的活动主持人是很辛苦，嗯，但其实，在外场冬天还是要穿少少，对，包着大衣啊，对不对？该露还是要露。我真的觉得有时候那个活动公司他们哦，真的是不通情理，就是很冷很冷，寒流哦，对，他们都穿着雪衣，然后呢暖暖包全都包裹起来，对，然后呢我们还故意搭一个很漂亮的皮草什么，然后不行。艾琳姐，你刚刚会把它脱掉吗？对，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他，你明明裹成这样子，然后外头吹着寒风，细肩带，他说真的，长官想要看到你露香肩。我说长官谁？王金平，王金平我认识他，他没有要看我的香肩，是你要看我的香肩吧。最后我就来很多，你脱我就脱，哇，这么好玩、啊。对啊，我说你脱我就脱。来哦，我跟你讲，其实主持最怕出糗，你出糗过？近年来比较少出糗了，就是刚开始主持的时候，常常会发生一些很夸张的状况，比如说我在重庆，然后会在夜店，然后喝得很嗨，会跟大家讲说，我今天非常的开心，我来到了成都。这两帮人呢？就是最不合的，对，他们都在争谁才是真正四川的人民。哇塞，哇，什么四川哥，老子弟这些话我都听说过了。那一天晚上就听到了很多类似像这样的状况。你没有被抬着出去吧？没有，那一天、哦、哇，我自己先溜掉了，还年轻。还有一次是，就是我觉得我 handle 的还不错，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出去，然后就有喝酒，但是喝到的可能是一些假酒，我宿醉超不舒服，一直冒汗，怪给假酒就对了。对，11点钟开会，我真的爬不起来，因为我记得我2点钟左右回到酒店，应该都还好，然后我一直超不舒服。酒店再喝？没有。在内地讲饭店就是酒店，对，旅馆，对，在旅馆的话，我就是很不舒服，然后是我的同事叫服务人员破门而入，把我叫起来，带我到就是 Nike 的总店，然后是要准备开会，要去访问。那天的访问很重要，是一个 NBA 的球星 Kevin Durant， 他要在新浪网所有的镜头前面，然后接受所有网友问他问题，我要帮忙做翻译，然后协调现场的气氛。那你还敢喝醉？2点半开始，我2点钟还是全身酒味，然后就是很干苦啊，吐不出来。然后又是很不舒服，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不行，我一定要撑着。然后那些从他们美国随行来的那些黑人的老大啊，然后那些公司的老板全部都已经在了，现场都是酒味，然后我傻眼，因为我的眼神是没有办法好好看人家，就斗鸡眼，另外又翻白眼，边斗边翻白眼，那很难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所以我就戴着墨镜撑，然后访问，然后还跟他唱歌玩，然后就是好像。比较烂一点，就比较像夜店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做的还蛮自卑的，我还跟他肩膀撞肩膀嘞，他也觉得我今天干嘛？你把他当夜店就对了。然后结果反而效果很好，然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然后那一天我真的到回到酒店旅馆的时候，已经是下午5点半，我一进门就趴到马桶上面吐，才真正吐出来。哇，意志力撑过。说不定你主持的高潮就要喝到假。比大拇指，对啊，都觉得哇，你今天好放松哦。所以我觉得你下一次应该再去喝那个酒。所以走在钢索上的男人，就是觉得你会不会觉得你懵的时候效果比较好？我相信应该是哎。如果有人希望就是我去主持，就是一本正经好好讲的话，请艾琳姐去就好了。对对，要我有点 freestyle 乱搞，找你啊。也就是因为各位有这样的特色，你们才是你们品牌御用的主持人嘛。
险，神秘文字解释不清详。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才看得懂的暗号？如果真的要写什么，我觉得比较不能给别人看到，我就会写，例如说看电影，我就写科的一，就是那个注音的头。那结果你自己念说马科的一，他爸说看电影。录音直到五晚上九点，三立都会场。